恁一定爱相信我，我无讲白贼啦，我绝对无用手机啊传简讯给佩佩，讲叫伊都爱去阮妞妞的户外要做运动的场所去啊，互顶风神啦。哦对嘞，我去啊哦，啊那会想感觉捡一项物件，我嘛在咧找无手机啊，啊佩佩向向走来，我是讲奇怪佩佩哪会来？啊，就是讲运动先刷拜票，诶，有一个票，恁嘛安尼嘛好。换一输三尔，人就去用掠去啊！啊是上只夭寿！哎呦，讲用我的手机啊传简讯，哎呦，唔知讲就是讲较早阮大家新妇袂下，即卖是我这个大家要害新妇安尼哦。哎呦妈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无人怀疑你啦。阮大家哦，拢真关心平平，我想这一定是有人事先设计好的计划。过两天啊，就要投票啊。佩佩在这个时间表失踪哦，一定是跟选举有关系啦。我是惊哦，是孙建廷那边在出奥博。这点我嘛有想过啊，不过即马就是无确实的证据，会让指控阮姑迄边啥。建智啊，恁哥哥真正有嫌疑呢。啊，你讲无证据，他甲指控，啊，就放伊煞，放伊煞是无要紧啦。严重是，唔都无办法，他甲我迄个乖媳妇佩佩救回来啊。阿姆是卖坚定啊！虽然对佩佩下手的迄个人已经巧，伊知影更衣室内底无监视器，不过阮会对附近所有监视器来做线索。即马上重要的是，恁一定要有耐心等我的消息。尤其是你，展宇，我知影你即马真着急，不过你绝对唔通一个人去存股算账。第一，你无证据；第二，你若是哦，受过冲动会大吵惊死。你是悄悄的人，你知影我咧讲啥咧无？我知影。你都爱听话呢。哎呦，迄伤拢啊未好，变啊搁整歪歪。两支歹一支去啊！你就算去嘛，无人法度，先煞红掠去，安尼啊搁较惨。倩子，哎呦，爱拜托你，卡手较紧的，你紧去查，无这个性地哦，冻未掉，伊会偷走出来。好了，够啊！你一定要有耐心，听无？多谢。我去调查。麻烦你啊，拜托你啊。三个好好自己检查，我无对你学袂来。那呢？你来我来这做啥？你有啥物目的？哦，我知影，一直是因为要投票啊，孙建廷叫人设计我对吧？别激动，咱也无安怎。我只是带你来休困。你要给我什么？给我把你放在眠床顶，然后我坐伫个边等你醒，提水给你啉。这到底是要搞啥？要是你发现等你醒过来，我拢无对你做啥物，你才生气。我真正无想要跟你这款无体的人啰里啰嗦，我要来走。等一下，拜托你，放较尊重的。我是好意把你救掉，你真正要这么离开，无好开讲。咱两个人无啥物通好讲的。
，你哪会伫汽车旅馆内底？你敢是先生来的吗？你哪会家己用行的出来，不是坐车出来？刚刚你是因为惊让人知影，开车的人是你的先生柯展玉吗？什么讲顺姐，你是刚刚进厨房间的？金美芳小姐，跟你先生讲几句话话，大家拢真关心你。刚进厨房间的人哪会无认出来嘞？所以介绍一下好无？是啊，请你介绍一下好不好？有啊，请你介绍一下好不好？介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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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和前男友罗元凯在汽车旅馆里度过了火辣辣的两个小时，两人一起进入房间，却是他单独离开，显然是为了掩人耳目。妹妹，别别激动了，你别去管遐计较，安那我别讲，这一定是罗元凯要跟孙建廷一计划，因无得就是要混淆视听。对，跳空乌窟那边有人跳，不要戆哦，哈，真正给弄落去。太高人，垃圾人，不输鬼人，哈！串串用这个垃圾布、傲布来咧害人，哎呦，算命啊，人都用安尼，真正有咧气死我呀！世间哪有咧接皮皮的啦？孙建廷这边的手段吼，真正是有够皮皮的，我想袂到竟然变到这尼啊无体，真正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自从在黄玉玲做伙以后吼，鬼啊拢变啊啦，什么垃圾都拢做会出来，也唔过。现在大家都认为说我跟罗元凯真的有事，我现在要怎样，要怎样做，大家才会相信我是清白的。就算说你现在出来开汽车回来澄清说你跟他完全没什么，也没人会相信，除非可以证明说你是在昏迷状况之下红色的带去汽车旅馆，这不能证明这是一个圈套，要不过投票日子就要到了，在这么短时间内要找到关键证人来证明这件代志，恐怕真困难。我来，等我起电。请洪讲几句话好无？讲完哦，阮就走。恁设计含排皮皮，讲什么面来才讲什么话啊？恁两个人到底有什么目的？金美芳，你上远找，竟然去找你的旧情人。我看恁两个根本就还袂找清气，无怪你会当接受柯展玉可能去坐驾的事实，因为你已经有备胎啊。恁刚伫龙阿来，啊外口阁有一个小王会当代替伊来照顾你，你根本就袂寂寞。柯展玉，全国的人拢知影恁某偷客兄，你有啥物感想啊？你要什么？你卖来做梦，我唔知影，这绝对是你追求世界陷阱。哎呀，什么陷阱啦？阮就算做媒人哦，会当甲新人塞入房，嘛无法度肯推上床啊，对不？林太太甲罗永凯，因两个伫房间内度过无人知两点钟。若是讲因两个只是为了要讨论什么选情哦，哼，我想应该是无人会相信。啊，一个不守妇道的查某人，哪会当出来甲人选情呢？我听你放屁呀！怎么你唔知影两点钟？怎唔知影？你嘛知影啦，因为吼，迄个计策就是恁计划要来害人的啦。我嘛知影，因为我听我的心腹，我百分之百相信阮皮皮的人格，有够下流卑鄙，酸输人用傲娇。哦，你是讲安尼，要叫阮皮皮退出这个竞选秀？牛人哦，你休想！我无要比伊退选。我希望伊会当继续选，继续交面皮选落去。到时开票的时阵就好笑啊！唔知影伊得票率会低到什么程度？
恁两个只要马上搞出去，我一定会公开替佩佩澄清，戴建明伊不是自愿入去迄房间，是恁，等伊昏迷不醒，先甲伊拽入去。你是要安怎证明？敢袂受过好处？金美芳，你若是搁要顾你的面子，就紧退选。我是好心甲你提醒，啊，若无你继续选落去，干那会搁较歹看。心肝真歹，串供讲迄个白贼话，哈？你当作我唔知影哟？恁这两只妖怪呀，恁有歹心、恶心，哈？迷失心、妖心、烂心、恶毒心，都是敢那无存好心啦。吼，讲讲一寡东东西西，要互歹看，好啊？啥物叫做歹看？你唔知啦？要歹看哟，好胆徛咧，无听懂。这是关老爷在举起青龙偃月刀，你搞到这个神刀面头成就山，讲恁无补喙齿，讲恁无讲白贼，无做歹代志害人讲，无补喙齿。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阿母姐，真危险，真危险。好。阿母，恁金佩芳不许糊涂，这是大家拢知影代志，你对阮大声也无啊？你讲安尼？阿母，阮今日来哦，真正是要提醒金佩芳。啊，即马大家拢认为金佩芳结婚无几工就脱去伊啊。一定影响着选情，啊，卡叔哦，伊若全部退选，安尼哦，就较袂见效，吼，还对伊较好。伊若真正哦硬要选，一定会叫我骂到足歹听。恁这对江母妖魔鬼怪，我今日若无足关老爷的力量，互恁这两只妖魔现出原形，要等何时？恁做嘛？互恁去呀！你是无看到伊阿大刀哦，哈？要佫讲？我你死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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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皮皮玉三条街，嘿，无耳害着。啊，即摆来，母母无两步都喘袂离，是西游记的关系哦。你想问姐？过来。过来！当恁做妈咪调兵，明要我起蛋，要来个恁姐。刚才进来。怎么还不变？哇！我倒嘞，倒下来！弟弟，跟妈妈到三江，开门！阿梅了，我那叫开门，开了你就闪，那无你也真危险。还有老罗，安尼啦，安尼情况是。
无生气，我都唔知是你哩咧。哎，他拄啊吼，哎，孙正廷诶，迄郑祖辈吼，开一只鸡翅膀，我恶一食人外教诶呢，来只讲我一大堆迄五四三，当作阮一口罩是迄个满钱，硬要甲阮吞落，你做嘛要甲伊拼？我甲反倒，我现在不着。我唔同安尼啦，谢谢。啊，我知啦，我知啦。有提啊，啊，煞唔知吼，我着看新闻啦，啊，看到新金党的消息，我着赶紧走来，想讲要甲恁参详对策啦。啊，拄则有拄着好，迄两个歹人啦，啊，看到因哦，哪行哪笑哦，笑甲迄东倒西，我着知影讲哦，走来恁兜咧呛声，迄真正唔是款的，啊，有坐亲门大号走来恁遮呛声，啊，不过即摆上较重要是吼，咱来赶紧吼，看要哪停止这个代志啦。啊，若无吼，这届金党可能真正唔免选啦。哈，投票日就要到啊，就算讲吼，即摆出来澄清吼，恐惊嘛袂好啊。我伫遐想啦，对咱的选情吼一定有影响。要唔讲吼，即摆上重要的吼，就先莫吓惊家己啦。咱即摆上重要爱做就是吼，甲不利金党的遐言论吼，拢爱甲消掉，减少少。啊，这办法人想出来的啊，一定有无他对付的啦。我弟呀，以上就是我针对贵港进前汽车旅馆事件的说明。我再讲一遍，我甲罗元凯先生无发生任何袂当让大家知影的代志。多谢各位记者朋友耐心听阮说明。今嘛，阮开放时间，予各位提问。金佩芳小姐，你讲你害人设计，这个是法律的问题啊。你讲有要提告？无唔对，伫个完成收证了后，阮一定会提告。你之前甲罗元凯实施捌讲过计错的代志，请问一下，你真正无继续来往吗？我甲罗元凯先生伫个感情上已经无任何的牵连啦。后来伊的行为甲我的观念愈行愈远，阮两个人已经无咧来往。这拢是你个人的讲法，你敢有证据会当证明讲你甲罗元凯先生无恢复感情？各位，咱现场有替大家准备一份资料，请大家看。根据咱初步的资料证明，金佩芳小姐迄个时阵是予咱限制行动的。恁手头这个画面，就是现场附近的监视器录影画面。金佩芳小姐迄个时阵伫个更衣室外口予人讲分去，然后到画面中这个老头子，等伊进过来时阵，就已经发现家己伫个汽车旅馆啦。大家看到这个相片，就会当清楚说明，这根本就是罗元凯先生要故意制造金佩芳小姐婚外情的假象。伊是安怎要安尼做？我会用咧合理的怀疑，这根本就是选举的奥博。因为最近罗永凯先生在挺孙建廷，伊利用这一点来打击到金佩芳，采取这么傲气、这么无法无天的代志。